什么念诵心经可以帮忙我们遣除违缘障碍？是空性的加持吗？如果念诵的人对空性的理解不深，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加持？是，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。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逆缘的时候啊，逆缘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念这个般若心经啊，这叫做这个心经的回正啊，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。那它为什么有效呢？主要是，如果念这个心经的人啊，如果能够证悟啊，证悟了空性，或者是对空性有一定的理解，然后呢，他在念这个心经的同时啊，也就向到了这个空性啊，这样子的话啊，就是对他的这个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有用的啊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念心经的人啊，对空性是一窍不通啊，或者是我们对空性有一点点理解，但是念的时候啊，心都是散乱的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念这些文字啊，那当然有作用，但是这个效果是很小很小的啊，很微妙的啊，所以对主要的这个加持或者是力量啊，都是来自于空心